我的天啊！你们那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天啊！我们是那个棕狮犬，它叫五吉，五吉。棕狮宝宝，对。泡泡，你看，它叫 Lovey， 好可爱哦。它超可爱的。等一下，重点是你那是什么？我叫它能过来吗？它是梅花鹿。泡泡，你看它们是棕狮，你们是不是有点太粗鲁了？我们泡泡是少女哦。哎，泡泡很温柔。OK。你这不可以这样吗？我这个叫什么名字？叫那个五吉，这是五吉，五吉有钱 ，Lovey， 五吉。那他是那个 Lovey，Lover，Lover，Lover， 你们确定今天有中文？不是，因为他是一个德国名字 ，Lover 吗？胖胖，你看 Lover， 五吉，你过来看看嘛。五吉也是女生。五吉，你要跑步哦！你抱它，你抱着，然后让他们见面，因为放在地上它就会一直冲。哎，五吉，你不要暴冲啊！泡泡，慢慢呢，慢慢。我在，它是少女的。泡泡，不喜欢。泡泡来。它们是还很小，它们太粗鲁了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边很优雅。OK。我们刚刚本来在房子里面也是很优雅，我们教很久。那眼睛很大，几岁？可以。他才七个月而已，七个月看起来好小哦。对，泡泡做朋友，我在做朋友，做朋友好不好？对，做朋友啊，他们是小松鼠，他害怕，不喜欢啊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比较 elegant。OK。可是他们好可爱，比较嗨。因为我要照顾泡泡，不然我好想过去玩的。啊，怎么办？来，过来，不能随便接近熟女的屁屁。好，五斤，过来，五斤。五吉，我们要跟人家一样优雅，知道吗？我们是上流社会。对，因为我们是上流社会的。别吓五吉，五吉，我们是上流社会的。五吉，不要吓别人。五吉，慢慢，五吉，慢慢。五吉，吓到泡泡了啦！泡泡，不可以哦，小心，不要被泡泡叮到。小心，没事。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！是泡泡，我在，保护你，没事，没事，不要跑了啦，好，没事。来，五吉，我们去野餐。你这个小狮子，他们好可，他们多大？他们四岁嘛？四个月，不可能。四个月啦！你们今天真的已经相处过了吗？有啦！怎么可能？四个月 ，I can't believe it！ 你要去哪里玩？泡泡，五吉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是我。我们在野餐垫上面叫，很优雅了。我们要侧坐，要快点，来，快点侧坐。我们在这边很优雅，泡泡就过来。晒太阳。对，我们假装我们这边很好玩。好，假装泡泡宝贝不要，快点，来晒太阳。假装这边好玩。假装你们，你看我们，哎，我们这边画面多美，好温馨啊。对啊，然后优雅的野餐。对啊，赶快过来加入我们。又来了，我们很寂寞，我们需要朋友。太想过来了，你们两个，他太想过来了，我想说让他小心。他的泡泡好坏气啊，你要慢慢的靠近啊，五吉，五吉，你不能太近哦。对嘛，来，哎，干嘛？不可以吵架哦。干嘛？对，他们很粗鲁。哦，没事，哈，我在，对，保护你，他这优雅，我很粗鲁，太好了。你现在有事会找我了耶！真的，他一直躲在你旁边呢。对啊。羡慕吗？羡慕。我们这完全失控，完全管不动。想过去吗？想吗？他想要去认识朋友。那我放你过去啊。你要放开吗？对。你要放开了吗？你要放开，真的假的？泡泡小心啊！放开一只好了，两只太失控了。好。你自由了。一二三。哎，其实还好，哎，其实还好，不行了，五吉，你想怎样？五吉，泡泡腿很长啊，五吉，啊，泡泡等我，好了，五吉，那么，五吉，小心啊，五吉，你不要被踩到，五吉，啊，泡泡，五吉，泡泡，你太失控了啦，五吉。泡泡，我在这。泡泡是我。
是我，他想要跟画画玩了，但是画画会害怕。其实我觉得那两只只是喜欢交朋友而已。对，因为刚刚在室内，他们完全是没什么在玩，一出来整个超活泼。他们只要看到其他的动物就超开心。年纪很小吧，就看到大家都觉得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要追你，我们要当朋友。你那么喜欢交朋友啊？走，带你认识新朋友。对，拿好你的，带你认识新朋友。我们可以去看那个。对，说不定他们可以。我们去认识新朋友。对，新的，说不定这次会认识成功。走。我去认识新朋友啊！这好像我第一次看到，哇，他是谁？小呆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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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羊吗？他是羊吗？羊。他是羊吗？绿子。绿子啊，驴子啊。对，这个羊。我还以为是羊呢。真的吗？对。我还会是迷你马嘞。好可爱哦。他很喜欢玩，他很喜欢玩，他五级。快点，你不是喜欢交朋友？他是有钱的意思。快点。很肥啊！哇，不会他是很肥？他超激动的，他刚把那个……哎，他长得好可爱哦！刚刚把他吓死。不行，小呆瓜不行。来，卢粉要怎样？很痛吗？他吓到 Ruben。小呆瓜，小呆瓜，不要生气。被踢了。我们只是来跟你交。对啊。哎。